同学们，元吉舞是将练功、娱乐、健身、治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舞蹈。它不用意念，动作简单，形式活泼，老少皆宜。在元吉音乐的贯通下，用十二式优美的舞姿做导引，可以调和身心。 协调脏腑，疏通经络，开发智慧，产生不求治病而自愈，不求延年而寿长的效果。 预备式，两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腰直头正，舌抵上颚，收腹提肛，两手重叠，托于下丹田，目运神光，一手下丹田，随着音乐。 进入练功态。 第二式，甘露普润，翻手托莲，脚踩莲花，身体上升。
三观太老于空间，你描发展三观哪能不能一般般，滚滚出海到危险哪朝地雷音自生天，你顺阳你长生木啊天道会远翻开泉。九路第三世迎风摇曳，脚成弓步，手握阴阳，七时变化，迎风摇曳。手平展，前后摆动，微风飘荡，碧波荡漾，翻山天海。
沙哑音华丁，三金五金。第九式，翩翩起舞。手抓阴阳，插步转身，元气护体，金莲古香，元气一发生，多头仙，七窍不开，天地压莲，生花纹，无
心。第十二式，天地人和，手托丹田，脚踩莲花，凝神静气，天地人和。欢乐，万事如意。